九十几岁哦，张寿平。嗯。很有名字。叫寿是不是？寿对寿张寿国。他有很多书画，都是他以前去香港买了很多古物书画。他是年纪大了，这个说不停，不停的讲。你们写字都写错了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九十几岁呀、啊。这个叫就和主持人去，停，别讲了。以前那个习一辉老先生100多岁了，到我那边讲话也是讲不停啊，讲不停哦，讲到最后讲到他养生。所以老师，老啊吼，我没有人跟他讲话，他很辛苦。他看到人，他就要拼命讲。不是的，老的时候他的学问比较多啊，那他讲的就比较。那像我们要讲几句话就，没有，我没有直接切入，没有水还是要画。这个时候哈，就是要好的笔才画的，像老师我们这种笔的话，画的很辛苦。老师，你刚刚讲说要好的笔，那个老板没来，他来也没有用，那就是他来马上就跟他讲，马上试笔啊。他的笔就是这样子。他的就是葡萄啊，再怎么大的话就是那么大、啊。我跟那个老板买的这个大山拿笔，怎么都这么开叉？哎，用了都这样开叉。对，我用也会开叉。所以要信那个笔头那里啊，没有洗干净，一次没有洗干净就用完了，就很难洗。就是要勤啊，就是每次要勤洗干净就对了。对，它急着墨在里面。你要画之前一定要先沾手，沾水。他们讲是说先沾几分钟。哦，泡水。对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哈、经济比较好，然后那个笔也比较好，
你慢慢慢慢。这是什么纸啊？红心。啊？红心。我的话都还了嘛，没有借。那这张谁拿去？我没有拿了嘛。那个有一个红心。红心。我是水上大力。很厚啊。很厚很厚。你在哪里拿的？老师。这个是买很久了，哎，我跟你讲过，他没有这个事。买很久了，所以他还有一点斑呢、啊。所以大陆的说，